往收割机那边刷，他如果被那边可能全是往收割机那边刷的，他们应该是探过去了。哦，对，柏林，你找别人吧。他们是电妹，什么这种模式？老黄给柏林留点小电。好好，扔一组，扔一组。好，你先拿着吧，待会儿给你拿。啊，没事，我够的，我够的。好。这个蛇屋有人，他刚在抽蛇屋，然后这个轨道好像有人，我不知道是抽的蛇屋还是轨道。轨道前面有人吗？嗯，好像，我看到他枪线是抽的那个方向。OK OK。这个圈这个地方应该是离圈最近的，就是很近的地方。如果不是刷收割机的话，就是刷那个底下的房子。这队还没走。哎呦，哇哦！不知道你投嘞，我电池还很多，五大十二小时。那你分我一大吧。他一直在瞄我。屁股应该没有了，桥上还是白甲的哦。好好好，左边还在，那高点还在吗？左边还在啊，在啊，还在是吧 ？OK OK OK。他脚底下还有那个，我听到三集装箱区吗？不大奇的，不，他脚底集装箱的脚底。哦，最底下是吗？对对对，我听到有枪声。OK OK。差不多了，位置我感觉。啊！刚圈怎么刷？嗯，神木那个房子那边有人，有一队，听到了。二仓的应该是刚刚之前飞的那边。对，啊，刷过去了。我们要不要打中控？我觉得可以，但是再等左边那队先走，这个先走，我们再打中控。我知道。他瓦杰电妹，可能等下找个地方。啊。如果中控他们在里面的话，我可以从脚底下走窗口，然后直接吹进去的，然后能拿个还不错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二仓，然后再往里面走。啊，我左边飞了一队，在天上。好，我看他飞哪？他飞到收割机里面去了。OK。然后左边还在。我看到，我在看呢。跳下来，他要飞，他准备飞，我可以打他一管。可以，看情况能摘一摘，摘。你让他们飞会不会好点了？再给我一件甲。看到起飞能摘就摘。他飞了，飞了，起飞了，起飞了。打三十，打我，一百多。六十。一百多。三十。我操，没打死。没必要浪费子弹了，换枪我们走吧。那上去这边。我操，差一点。二倍你要用吗，柏林？你可以给你用。你用吧，你那个，你天地线比较适合。这边。我们去哪里？我们去哪里？打中控吧，去坐坐。